民国107年2月6日晚间23时50分，在花莲地区传出瑞士规模6、震度7级的强震及伤亡后，国防部第一时间即成立救灾应变中心，空军并立即派遣 C-13 动运输机，分别从北、中、南出发，搭载陆军第6、8、10军团工兵部队、特战部队以及各地消防局搜救队向花莲增援。这一连串的决心和动作，显示国军救灾视同作战的精神。花莲赈灾救援期间，为了尽可能抢救受限在瓦砾堆的民众，中央与地方政府、军警消以及民间团体投入救灾，全力抢救受困民众。各单位紧密协调合作，机具和人员24小时不停歇地进行救援工作，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援机会。除了抢救可能的生还者，此次赈灾也造成超过700余名无家可归的民众。这些民众被安置到临时开设的收容中心、中华国小及花莲体育场。国军第二作战区并开设沐浴站、医疗服务站，同时提供被服与军毯，供民众御寒保暖。更紧急运送新式个人帐篷，希望安置民众有一个更舒适的容身处所，能获得妥善照顾。因为目前地震的关系，那水源比较不足，那所以我们开设这个沐浴站的用意就是让民众能够方便的去灌洗。我就觉得当下能够尽一份心力，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经验。这次跟2年前的台南围观大楼的这个赈灾有点不一样的是，2年前围观大楼是直接倒塌，那这次是因为都是塌陷，所以在人员救援方面，都是先以搜救队为主，所以我们刚开始出动的兵力都是以人员救援，配合消防队、配合搜救总队的一个人力的一个调派。那再后来就是借由国防部的统一调派的工兵单位的机具，工兵单位机具来协助来搜救工作。为关心花莲强震灾情，总统蔡英文2度前往花莲勘灾，了解救灾进度及民众安置状况，并强调中央与地方会齐心协力，让这次受到地震影响的花莲乡亲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到安定的生活。花莲赈灾虽然带来这块土地巨大的伤痛，但也看到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在赈灾现场，救难人员采取轮班作业，日以继夜全力搜救。在收容中心内，国军弟兄姐妹及志工们穿梭不息的身影，来自国际的关怀不断。不论是日本救难队的协助，以及新加坡的物资驰援，都是对我国过去进行国际人道救援的回馈。我是租在花莲这里，租在全站，刚好是离灾区很近。那因为我租的地方就是墙壁整个都已经龟裂，所以余震又一直来一直来，所以我们根本不敢上去再住了。所以我们就是赶快把行李收拾好，就赶快下来找地方。那来到地方，其实看到很多人，包括就是国军弟兄啊，还有很多慈善团体在这边。其实我们觉得就有一种安全感啊，毕竟很多人一起在这里，因为余震一直来，我们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大地震，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来这边，然后国军弟兄又来这边帮忙，就觉得有一种心里比较安全的感觉。国军哦，大家太感动、太感谢了啦！921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个我们就感受到，我们自己是住户嘛，灾户啊，也很感谢他们大家，无论打我兄弟军中，大家都一样，都一起同来，真的太感动了。我看到这几天那个国军在这路上也好，或者在各地方都开设了他们的一个急救站或者是救护站，并且有很多的官兵一直持续在待命做服务，然后也疏导很多的那个家属受难家属或者是
在跟搜救人员的配合，所以我觉得说这次国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救助到花莲，我觉得这是国军最好的表率。苦民所苦，急民所急。此次花莲赈灾中，每一位救难人员不时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奋不顾身，不放弃任何希望，就如同国军官兵贯彻保国为民的旗帜，只要有民众需要的地方就有国军。国军是第一个抵达灾区的队伍，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团队，让大家一起同心重建美丽的家园。